市政府十二月七日要来举办沙崙绿色生活节，市长黄伟哲邀请到家长甲囡仔做伙到沙崙，透过教育甲娱乐的方式来探索绿能、共享绿色魔法的世界。台北市政府在十二月七日举办111年度沙崙绿色生活节绿色魔法日，希望让囡仔会当熟悉节能减碳的观念。民众朋友，其实他不管是搭高铁，或是开车，或是搭乘大众运输系统，来到沙崙很方便。但沙崙的绿能智慧科技是怎么样来？好，我们觉得其实有必要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，还有外来的朋友们，大家介绍很清楚。现场除了有活动游戏、在地美食和特色等，也欢迎大家做伙伫拜六来台南会展中心佚佗。所以现场不仅有这个科普、科学普及，哈，简单的介绍这个绿能，让小朋友都知道。希望民众会当来到沙崙智慧绿能科学城，更加挖掘绿能科技产业。